嘛对这不生不灭来看，这个不生不灭吼，咱来当时是头前这段有讲到，因为众生的这个妄别真深，吼、哦，做这个应该有的五眼吼，那阵那阵肉眼安尼啊，啊，这个肉眼呢，咱只有会当看到这个物质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物质是幻真幻现，啊，分别。哦，所以咱就因为肉眼关系，咱对这个色的物体，啊，加生有加毁坏，诶，中间吼无特别了解是眼睛靠物质，哦，眼的靠坏的，啊，其实是不生不灭，哦，所以今仔日因为咱对肉眼靠有这个性的观念安尼，啊。假使咱也是会当突破这个观念，就会当了解诸法本空的实相。诸法本空的实相是空相，迄头前讲过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会当了解诸法本空的实相安尼。进前是年前是讲到这呢，那么咱搁再做几种的比如，比如就讲第一，咱来讲出这个科学所发现的这个 X光的发明安尼。哦 ，X 光的发明，这个 X 的功能哈、哦，功能是也当透视人体内脏，哦，嘛可以透视坚固的这物体，譬如讲墙壁还是钢铁，然后 X 光甲照落哈，这个注意差不多大概先知影的讲，譬如咱人这个细胞，一般是有去检查细胞。啊，细胞，今麦X光甲你照，你就知讲你的血有病无病。啊，那是讲肝病有问题，我那用X光来照安尼，就会当看出你肝的问题啊。哦，这个就是靠这个X光安尼。但唔是干那会当看肉体尔，我今麦讲看钢铁吼，今麦我甲注意讲者，因为当时阮有在做钢片，就是这个煤气管。啊，煤气管用本来是用这个叫焊条梁，焊条梁的中间吼、哦，大概拢有刷层。啊，这个梁的角爪呐有刷层吼、哦，是比较较容易，迄个个煤气的通过迄个刷层造出来呢。好、哦，现在用料用料啊，固有新鲜的。后来即嘛，经济部就抽检。啊，这抽检的中间哦，伊即马用迄个X 光，甲你透视过安尼，表面是无，是水水哦。啊，即马用迄个透视过来，底有刷层拢看出来，啊，了解无？刷层也是几点拢看出来呢？啊，再去配干阿都，伊都唔敢出证明给你啊。啊，这样到尾吼、哦，人工焊接的，就用这个一支的焊条，到尾它改 CO2 安尼。这个 CO2 的这个针嘛，就是几分线，来去粘焊接起来呢，去检查它会通过。因为检查会通过，原因就是你用这个 CO2 接起来吼，迄、那个中间拢无刷成安尼。所以这个就科学的进步就到尾就改安尼，所以我正要甲咱讲，迄、那个粘过从表面上看是无看到啊，不过一个时光甲你照个出来，现煞翕相起来，因内底刷成拢看见安尼，安尼可见呢，这一个时光诶，这个个物件会当甲你穿透着这个铁板，所以内底靠讲钢铁。吼、哦，即马来吼，咱即马重点来讲，从这种事实来个看物体。虽然咱用肉眼看袂清楚，但是用特色的这个X光就甲你看出来。安尼可见这个物体吼、哦，其实咱人看袂到，用机啊就甲你看清过。吼、哦，我讲这些比如安尼，所以这物体用。特殊的机械，甲你看出来，所以物体本来空性，我那空，吼、哦。但是种物质的存在，我那是属性。
譬如咱这个物件有阻碍，即马即个甲你抗拒者，啊，我用这个阻碍，我袂当安尼直接行过。哎呀，安尼袂当，这是有那熟悉的，这咱有那袂使甲讲无。不过这物件是延期性的，延期性同也当阻碍咱人的进出。哦，这先回头讲到这个，会阻碍咱人的进出，但是伫另界来甲讲阻碍袂掉。啊，你可见这个物件哦，就是假。好、哦，我前回都有讲过，一个阿罗汉有得神通的人，用一个镜头对这个房啊，这个房啊，上界无毛六分、五分，安尼对，这个镜头度过，伊安尼撑过哦，但是搁再背起来，这个所在并无一空，啊对哈、哦，这前回是比如讲这个，啊搁再讲呢，比如讲阿罗汉会当撑过壁，比如讲伊要。下去楼卡，伊免对楼梯落，伊对只落就来呀。你做做个伊袂掉，忘记是因太太寿命高啊，伊对山壁穿过，穿过了呢，总不得去用，迄、那个山壁嘛不空啊。啊对吼，前有讲安尼无，总不得去用。啊，你可见呢，这个墙壁会阻碍凡夫的这个肉体。唔过超我的圣人，阻碍不掉。哈、哦，这个是真话，都比较这个哈，新、哦、贵的出入袂当受限制。啊，了解哈、哦？咱有看到迄个电影哈？迄、哦、电影有连接连界的片的，有无？忽然间对青蛙表走出来，恁敢捌看到电影？啊，这款是熟悉的代志，你关伊袂掉，免得开门一卡走入来，门关伊掉的一道入来啊。啊，了解哈、哦？这也是迄个电影，伊一种制作技术，我那当制作这个问题出来，可能，好，先那个忽然间就表浮出来，其实是阻碍这灵界还是神，神贵阻碍袂掉。啊，你可见这个在咱凡夫来个看有阻碍，唔过在超我，而这个个境界人无阻未阻碍，啊，你可见这个物件无属性安尼，安怎吼？这先会讲到这。啊、所以，予咱想到怎一只？即马来第二，即马来应对这个科学的发展。啊，这个物体的基本，先会有讲的，就是原子的组合，对哈？他们意见，然后原子它就是物质本身就是原子，尤其是组成甲体原子，啊，可以组成一体。咱有甲人讲过，这项含迄项相配。这两个还没人消费，伊就生活一种的物件起来，有这种的道理分析，不但物质是空，因为伊是原子组合，吼、哦，所以原子的根本有哪是空性？这个之前几暗都有讲过哈，但是既然是空性，安尼来讲当然是无生灭，要用空性来去甲讲，所以这个原子无生灭，吼、哦，所以他讲不生也不灭。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讲叫做物质不灭，哦，所以这内底讲，比如水，会造成有真济真济水分子，但是水分子对对来，就是真正我那讲过叫做氢原子，啊含这个个氧的原子，会合合体，哦，这是较属于科学的农民讲，但是一碗水。一碗水哦，吼，将人类一个报上甲看，当然是水。不过那是将整体物质来甲看，其实伊是原子空相。哦，但是水，咱怎么过来甲看？一碗水，你直直甲滚滚到无去，但是事实是无去又无去。一个水，咱甲用伫鼎里，一碗水用鼎甲滚。我到尾迄碗水准无去，几分钟、三点钟都无去啊！但迄碗水并无去，迄碗水就是已经蒸发去。迄、那个蒸发就讲直直滚、直直滚，就是起这个水烟，直直无、直直无、直直无。迄碗水伫滚的时候，咱伫顶下看是无去，但是伊并无去。哦，而且嘛，种蒸发种漂浮对空中去哩，空中对去哩，当然伊漂浮去哩，咱都无看到。唔过微固的冷却。伊就阁变做火阁落来啊！安怎吼？
哦，安尼即个道理咱应该知影。但是伊漂浮去，恁有一个爸母，咱看有着，搁再较较虚报，咱就看无啊。啊，虚报看无的中间，毋是无去哦，实在是还搁停顿伫空中咧。哦，即个咱人，我来甲比如啥，搁再另外一个问题，咱搁来甲看。比如讲六道众生会业报感觉，有哪无啥像哦？比如讲咱人道上需要是水，咱即个人道众生甲畜生都无水，真正袂使。哦，应该大家知，唔过恶鬼看到水哦，迄恶鬼去看到恒河水哦，伊甲报的关系，恒河水拢变血胆，叫做龙血，所以伊唔敢食。但是因真嘴巴跳落，迄、那个恶鬼都跳去恒河要洗身躯，还是讲要碰水起来食。到这个树林哦，鬼拢血，水煞变因的看法是血。啊，有诶，迄个鬼都因为真正。跳到个恒河边，恒河里要洗身躯哦，所以变迄个恒河水。本来咱人类个水是清凉的，唔过伊跳了变这个，迄、那个经典是安尼写哈，跳了变这个。搁再一点，阿修罗，那是看到个落雨，总起嗔念心，有这个动作，迄个物件是冰气。阿修罗多，但是四天王天干。有去用到水，伊就用这个水甲当作保伊，安尼就因的福报，这无同。鬼的福报就将这个水当作火，好、哦，因的看是变火，阿修罗甲看就变冰气，四天王天变作保伊，脱离天的天人，甘水是香的味，不过水甘甜无味啊，哦。咱要食到水水水变汤，一定要调味靠这个味出来。不过伊脱离天宫的人，甘水是香味；夜魔天的人，甘水叫做变化。哦，搁再来，倒数天的天人甘水，有这个水给漂浮，应该看作是庄严相。哦，若变化天的天人甘水是摩尼佛祖。迄一滴一滴，迄个物件，伊甲当作摩尼佛祖，他化自在天的甘水，何声是本身就一种真好听的音乐安尼。哦，即、这个是国道吼，每一道的迄个感受无同，安了解吼？即因伊个报啊，吼伊个报的关系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即个水等于千变万化，因为水的基本是空相，唔过伫咱六道众生的感受，唔是空相。哦，这个第二点的，比如第三点，咱将轮回的原理来甲看咱人灵甲物质，即马注意听即个。哦，人灵啊甲物质的比，伊的修行甲看起来，咱伫即个现实来甲看是春耕秋收。哦，春天了耕作，啊秋天修行，啊甲然后做咱人的信仰。因咱今仔日呢，那是全世界来讲，那不是食米，就是食糜啊。哦，而且嘛，这个甲比如米也好，比如糜也好，哈、哦，但是佮看起来有生有灭。你今仔日佮炒鱼啊类，唔过这个鱼啊对对来，就是对米来，对切啊来。而且炒鱼啊来，伊咧生长，啊生长伊就佮修行一堆。按这个讲，这张切啊死去，啊唔过伊米老咧。对哈，米老了，唔过边有一个稻草，啊，稻草就烧掉，烧掉伊什么个咧？好，烧掉个咧个熬做饭安尼。好，唔过咱即马对这个米，甲追求的根源，今仔日咱所食的米，算是一千年前，还是个更加久留来嘛？是不是？当时这个。这个周武王跟周武王，因的祖先在大禹迄个时代就发现到这个石啊，啊，甲加众生建五国，哦，这毛差不多多久啊？算来差不多应该有四千年以上啊，不是一千年、两千年了。啊，这么这个米，咱这么个食米嘛，很正常的米哦，留来哦。啊，你今麦你家想，有变无？敢无变？无变咯，真正无变咯。今仔日呐，假使真正米有变啊，切个有变，咱家无米通食。真正无饭通食，
不过这个老来不过伊是重新做法，现在这个切啊变黄啊，黄啊来个开花结果又变切啊，哦，伊关系就是安尼来说，伊根本无。假使那是灭，那么今仔日咱就无五个当个食。哦，无论是米啦、麦啊啦、豆啊啦，吼、哦，这啊，这种东西从古早到现在留落，不过有变化，有变化，不过伊个性命无变，安怎无变？这个切啊，一粒切啊，人有一个胚芽，对不对？对吼、哦，有一个胚芽。迄、那个胚芽一个出新茎出来，啊新茎了，这段旧的无去啊，唔过迄个茎胚芽迄、那个基本管理搁伫咧，对吼？安尼等于这个切割并无断，安尼来个想，吼、哦？所以这个跟咱讲我讲，吼、哦，有那有关系啦，所以起心也是不生也不灭。这是用各一种比如啦吼，但是即马搁在将人类的轮回现象，因为咱只有计讲第三点，将轮回观理看人灵甲物质。第一段就是计讲物质无变，第二段咱人灵有哪无变？按照人咱人类轮回现象，譬如讲厝边隔壁有死一个叫做阿三嘛，死一个叫做阿三嘛，安听吼？阿三嘛死去，唔过。忽然间，厝边搁再出世一个叫做李叔，这李叔搁出世，那安尼个看，迄、那个阿三阿四，唔过隔壁一个女将，搁生一个叫做李叔，安尼个看是死甲生，再生是两款代志，啊、哦，但是从死而不变，安尼来个讲，科学家有讲物质不变，按定律来个看啊。什么人都唔敢肯定，去年死去迄个阿三啊，是唔是有来出世做李叔？哦，阿咱未使肯定，今年隔壁一个女将生一个囡仔出来，所以未使甲讲唔是去去年死去的这个阿三啊，因为人个轮回嘛，听好。咱今仔日抬一只鸡啊，抬乌死，只鸡啊死去啊。因为你还没有结一个缘，你另一个家己的心腹生一个囡仔，你绝对袂使肯定，讲这个囡仔唔是迄只鸡来出世的，啊了解无？六道轮回的变念嘛，哦，六道轮回变念，因为安怎？这个业识你若是无修行、无经过净化，这个业识继续轮转。经济学，你今仔还没有缘。你甲怕死，绝对死去唔是无去啊！伊即马来伫你个厝内，搁在重新出世，把这来较甲你讨者，啊了解吼？变来变去，今仔日咱今生今世欠伊个债，后出世咱做伊个囝，老爸老母顶换一个位安尼，咱欠伊个债，咱来出世做伊个囝，通个行人。唔过，咱若是讲开台朋友，会为咱欠朋友债哦。还是讲朋友欠咱的债，伊把只做咱的囝来接受咱的财产，甚至个真恶劣。这个就是伫这个立场上交换，其实是无变。做一个新闻有报，一个老大人，伊从伊土地分予伊的囝分三个，其中有一个感觉老爸也无公平。所以，伊即马准用这饮水机加下农药，有无？这个就有这代志，有无？难道这个无过去因缘吗？听好无哈？搁再有一场，就是讲去年那个祖囝告一个妈妈，告讲伊无公平，搁伪造文书，这个是不是有立场交换？是不是这个妈妈过去是有负责这两个祖囝？做这两个祖囝，今生今世来这个讨，无应该做查某囝，无遐恶业。伫法院烧过，搁再甲妈妈敲倒嘞。迄镜头恁有看到无？有啊，这人都无冤枉嘛。哦，啊你既然有欠人，
今生今世搁再来出世，当然都有这个真无好的这个面色甲冤仇伫个对簿，安尼有变无？所以讲用因素来甲讲，因果有哪无变？除非你修行，啊了解？你若是无修行，咱过去有欠人诶，当然伊嘛无迄个变你哦，迄个业是无变，无变伊起码就变做另外一个人来甲你讨啊。哦，这是轮回。啊，但是咱即摆看，这个先苦轮转是四大合合的最会方土，会再重新组织。佮顶来呢，这个先苦派去啊，佮再另外，佮再最会方土，佮再重新组织。这种个情形啊，拄好亲像啥？人搬厝、旧厝，这个旧厝都派去啊，啊搬来新厝住呢。所以我有先佮开玩笑哈。开玩笑，比如讲，迄囡仔会使只足使足用诶，啊，即我就让人想讲，即个是要急速要搬厝安尼。我讲你唔到道理无？即句话是影射啦，啊，要甲讲骂人嘛可以讲，因为使只使足急速，当然较容易危险嘛。啊，危险你即个身躯就歹去，歹去阁换一个新的身躯。所以我会开玩笑讲，即个是要。按算要较紧搬厝啊！啊对哈，啊，这个老大人，这个身躯老化，啊，这身躯老化就袂大只，这个灵性袂大只啦。所以这个厝，这个身躯放咧，放咧，但无买咯，会去住咯。今麦搁再搬一间新厝安尼俩，无买钱啊！一旦个业绩无变咯，有哪无变？这个六道轮回哪无变？啊！来注意一下，哦，好像人是，所以从这种理论来看，我从这种，咱过来因素，譬如讲人死亡了，啊，这个个别些来对迄个灵堂大概了，有一挂朋友就用一句金字古言，甲吊用白布甲吊咧，啊，再一句我甲解释，什么人？无论对一个人，都是今仔日的人，拢总是古早人。因为是涅槃果，爱伫轮回、轮回、轮回来嘛。是毋是？大家拢今仔日的人，拢古早人。安尼有变无？无变啦。啊，就是你灵识已经成度啊，唔就无业识，正是普贤六道轮回啦。不过嘛是无变啦。安怎变作一个罗汉得出来啊？那无就变作菩萨，变作佛做出来啊？安尼讲后边，敢听无？哦，因为迄个清净发心，度现变作一种叫做发性所留心的菩萨甲佛嘛，安尼嘛是无变。安尼讲开，恁应该大家听有哈、哦。所以即马有一句话讲，有一句话讲，哦，今人不见古时月。金我曾经照古人，你敢捌听这两句诶？啊、哦，啥物人无去学古早诶过照着？大家都有，有人类，有太阳，有月球。那么咱静心，生死轮回，一世一世安尼轮回。那么自古早诶过就甲咱照过啊。哦，这个叫做，毋是经。金骨，今仔日的骨照过古早人，因为较早咱有那是古早人，唔是讲古早的骨无甲咱照着，应该几千年前的骨已经有甲咱照过啊。哈、哦，佮再讲，有人去问讲，啊，某个人你敢捌去大陆，还是捌去对？哈、哦，所以我真真，我就甲大家，人去问我。讲我较唔去大陆行去啊！讲大陆我早就行过啊，对不对？走过没有？有啊！卖讲大陆啦哈，可能这个地球每一个国土、每一个国家我拢搭过啊，唔是我搭过呢，可能你嘛搭过啊，听懂不懂？因为你咱伫这中华民族这五千人哈，因咱都伫只纪念。日本我嘛打过啊，韩国我嘛打过啊，听好无？
有日本啊，一四个月我嘛较早进前一节一节嘛拢打过啊，敢会无？一定有。不过咱是黄种人的业力，伫这个国土遮是比较成分较强的。吼、哦，所以真来滴讲，啥物人无打过高级的三号台电？很了解吼、哦，这点哈。所以佛陀讲过啊，即卖来个去讲啊。天下男人皆我父，天下女人皆我命。佛陀讲的这句话吼，本来会使用咱讲。伫因缘的和合现象哦，佛陀的话是真如大启示哦。世间所有的人类，可以讲哦，人佛陀讲是查甫拢总是伊老爸，查某拢总伊老母。不过人佛陀嘛讲六亲观相，六道众生的六亲观相。啊！你讲话，自古以来，个人、个人、个个、个人、个人，所以等他讲，唔当食众生吧。你若食众生嘛，可能抬着会抬着你的老爸老母，过去世的老爸老母，嘛会抬着你过去的姊妹啊、兄弟、阿公、阿妈、阿伯、阿叔啊。因为咱拢结过，六道众生拢有互为因果，连咪做老爸，连咪做囝，连咪做阿公，连咪做孙啊。听无，知无？所以佛陀是讲叫咱唔当杀生，你若杀生，就杀掉你的亲人，吼、哦，了解吼、哦。所以这是因缘相吼，也合合现相，有时阵合，有时阵分，有时逆位。逆位安怎讲？比方信做阿公，后出世做孙啊，的阿囝，阿公煞变后生。哎，无，我嘛捌甲恁讲一个因果的代志，我甲恁讲两条，我就要甲恁提醒一下。有一个做土水的，娶一个某，啊，但这个某因为生产煞死去，死去了吼，起码准饲一个，伊一个准两个爸仔囝，这个老爸甲查某囝准相依为命，啊，暂时有叫人。来照顾，啊照顾了，即马一个大汉准娶回来，娶回来了呢，爸仔囝那真好，真好了后，饲到这所囝饲到大汉，但是对因老爸拢真友好。不过因老爸甲嫁出来中间，都嫁着一个不正经的查甫囡啊，安尼。啊，嫁着一个不正经的查囡，因即马因即个妈，因即个查某囝煞不时当来哭。啉酒跋筊，唔讨趁安尼，啊，都卡袂到，都要打。啊，但这个老爸看到这查某囝安尼，这么心内嘛真艰苦啊。艰苦到尾，这做土主的，到尾因为疲劳过度，就患病死安尼。啊，就患病死了，这个爸爸吼、哦，是讲伊遗憾的太太早死，啊，这个查某囝佫嫁到一个不正义者翁安尼，心内嘛是个遗憾。啊，就想来买些时阵，就是讲，啊，欠这个查某囝钱，唔知安怎来行伊较好安尼。啊，再这个爸爸说变相了，变相了，这个查某囝出事。伊讲我唔知变怎来行伊，啊，再来出事。出事对这个妈妈的，等于爸爸变后生嘛，哈。我讲你听无？爸爸对变后生，啊，这后生就对妈妈非常友好，对爸爸非常恶劣安尼。因为迄个心结掉咧，因为伊都这个爸爸变囝婿，就是囝婿变爸爸嘛，还了解无？安尼有变无？无变。好、哦，伊什么定出事的中间，对这个老母就等于伊真正的查某囝嘛，非常友好。啊，对这个囝婿就变爸爸嘛，好、哦，非常受气。出事见面的那是冤仇人安尼。妈妈讲的不要紧哦，爸爸讲的就要冤家啊。想看卖，安尼无变，变成老爸，老爸死去了变查某囝的，变查某囝后生，啊，佫另外一条，但是这条恁大家爱注意啊。即我有讲过吼，佮加着工业时代也、啊、好啦吼，也是讲较早农业时代好，当然是妈妈疼孙啊。阿嬷有疼孙啊，阿嬷哈，阿嬷疼孙啊。但即马即阿嬷疼孙啊，中阿嬷一个要死，计干呐想讲我若死孙啊，毋着啥物苦。哦，啊即马来哦，
孙仔就先阿妈死去啊，即马阿妈过来出世做查某人，做查囡啊，阿爸一人，他来互即个孙仔带去做某安尼。阿妈有死无？啊？阿妈无死啊？是换一个立场尔嘛？阿妈无死哦。所以我即马甲最注意一个合法的幼保仪，对咱在家女性，你绝对唔通一味贪着即个亲情。那亲情互你跨界伤大，到时讲话要死的时阵，人要来甲你接应啊，你跨界亲族。好，比如讲后生也未娶啦，什么查囡也未嫁啦，有诶无奇奇怪怪，我你讲，人要甲你接，你干哪？迄、那个念头想伫遮，人就甲你接袂起你啊！一定爱放下落，安、啊、了解无？那无你别只人吼，你搁再关心一个孙啊，那关心一个，我你讲你阵调多只，别只较搁互恁孙啊，甲你带来做无？啊，那互恁孙啊，甲你带来做无？你对恁翁足忠心的哦，听无？你拢绝对唔敢反叛。安尼等等于要甲谁讲，死无变，哦，大家注意哈，哦，因为何啊，最福德甲咱讲，最大个就是咱如果放弃仁德，这就得先见咯，哦，啊，你得爱安尼哈，下当放弃仁德，所以放干官污掉这个实体理想，根本都无生命，因为因缘作合念嘛，重新转，就是又不记得甲讲嘛，是因缘作合。哦，用人灵安尼来甲讲，死并无灭，是加上换一个位，换一个立场。哦，恁记好啊，这是真正最佛的甲讲不生不灭，真正不生不灭，物质嘛不生不灭咯，人灵嘛不生不灭，是一个因缘结合合相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安尼。了解哈？念弥陀，因为业识上浮现恶道，念弥陀是业识上的现行，浮现现道安尼，浮现来变来变去。好、哦，您爱看爱破哈，真爱看爱破。那么今麦过来，这句不生不灭来的，这句话叫做不垢不净啊。啊、哦，诸法实相是不垢不净，因为这个净加垃圾相，是咱人人承认。比如讲，是咱人的立场啊，清气归清气，垃圾归垃圾的。应该大家知影嘛？但超我的立场，都无所谓清洁，也无所谓垃圾哦。事实上，净污垢是无定性。以咱人的立场来讲，这是凭个人的主观。啊，甲咱的生活，甲咱的业报看来，当然在人道上是袂当完全否定伊的事实。比如讲，咱今仔来讲，清水归清水，垃圾水归垃圾水啊，这绝对袂当无甲承认。啊，知哦？啊，就水就垃圾。比如讲，水清气，啊，粪便就是垃圾嘛。这是在咱人道上是一定的。不过到底，尿是清气还是垃圾？我请问恁，即马有人去啉尿治病啊？对吼？有啊，真正，迄款无法当治病，啉尿好去啊。但是是啉囡仔尿就较好啦吼。你甲想讲，有人去做绿豆黄？你敢知影？拢捡囡仔就来浸啊！这熟悉的代志啊，去做绿豆黄的人啊。哦，安尼你个讲尿是歹的还是好的？是清气还是垃圾？哦，这是一个问题哈。但是即马来啊，即马这里是安尼啦，人道上未当完全否定熟悉咯哈。这是熟悉抄对抄，啊，先个多清气。可是呢，嘛无一未使太高级吧。安怎讲？因为垃圾的甲清净是咱人道上个关系相对的，这属性好甲歹是相对，善恶也是相对。但是那是无恶，那担心能够做善，听无？那怎样？就是有一个真歹，啊一个真单纯，那唔较分出善恶出来，哦。但是我只讲，人一旦太执着，自然会起恶、起善、起好，讨厌也不爱。歹无爱好好诶，不过这是徛在咱立场，咱人在立场。一旦欢喜好诶，自然有贪图的倾向，一定安尼。
但是咱即马从宇宙整体上来甲看，粪便是咱人人认定无好诶物件。但是咱即马搁看三十年前，迄个农作物是毋是拢用粪便？我都捌甲恁讲过，我细汉去外看阮外公遐，伊个菜吼，佮盐水爱先煞，水肥爱流咧。一个老人家去用菜，两三天大到几啊寸，啊无水肥就袂大，应该大家知影嘛吼。啊，到尾佮发明一种叫做盐硝，盐硝就肥了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人去食的菜，拢总靠粪便生长的。拢靠海晒形状的吼，但是咱人看到粪便会感觉厌恶，可是咱人食过菜，也是津津有味啊，听无？因为迄个菜，那是阴晒肥落去呢，迄叶啊乌渗渗，甚至阁特别好食，知影吼？我即马阁甲恁讲一下吼，当时咱山顶有先开发过。啊，即嘛会做个也一挂鸡拿子，啊，只鸡拿子因为咱迄个地吼，山地无甲用肥，迄鸡拿安尼大大个只大丛，啊，拢袂大。啊，只一个蠓仔只规丛挂起去，啊，所以有人就甲咱笑，笑讲恁迄个鸡拿吼下老袂大呢，安听吼下老袂大。啊，但是几日咯，前礼拜有一个技术去水师傅。伊家提三百八零啊，你敢知两千外块？菜市有种物件，有吼，应该有拍着。但是咱过去的这个八零啊，拢差不多三千块安尼。好，而且嘛，伊客气，迄个八零啊，安尼才大，才大张。这算是培训真充足嘛？对吼，无开大间的。但是咱即马来个了解啊。迄、那个肥粉较在中间，迄个水肥啦，算是纤维，即个菜的营养粉嘛。水肥，啊，水肥现在佫变成营养粉，啊，将这水肥和菜吸收去了，真够大张，佫乌渗渗，食着佫特别好食，袂亲像讲迄个芥兰讲下老袂大，安听无？啊，迄、那个芥兰一个蠓仔食，炒了到的规丛硬壳壳。根本无可能食咧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有水肥的诶，肥灵啊，安尼，发价两千外块，啊，佫特别油，特别好食。安尼食食晒的菜，听到无？诶，菜是食晒嘛吼？食晒的菜，啊，咱较佫食菜。啊，还肥食滴对啊！这大自然有一个真循环精华，还怎么咱食的？是经过液位，无同安尼尔。迄用菜吼，应该大家知影嘛，有用过了安尼好，总甲挂起来，挂起来就一摆安尼登落落嘛吼，啊，黏黏幼绵绵，食着清凉啊。但是即卖。肥个腌了，一个补心的啊，嘛真好食。无海水肥，这个菜都无好食。啊，这么水肥对对个，还是跑到我们的肚子去了。哦，经过咱的嘴，搁走到咱的肉肚去。安尼，什么物件垃圾？无啊，所以这个都不果不净。搁再一点哦，这个臭鱼的沙白鱼，啊，五桂鱼，还记得哦，较早人。伫高速公路结账吼，啊，忽然间较有臭屎味，就是迄个拖拉机载迄个个猪屎，一包一包，去放伫底，去放伫迄个个鱼池啊里，互乌龟鱼还是互沙白鱼食。啊，所以即摆咱来甲讲哦，即、這个乌龟鱼甲草鱼是食猪屎大嘛，伊若无食猪屎，佫无肉，袂生肉出来，吼、啊。啊，做鱼食屎，它成只，不过咱人去再去食鱼，啊，迄屎食对对去，算不是含咱的肉都有相关啦，对吼？所以咱人所讨厌这个粪便对对去，
算是有哪原在食对咱的目睹咧？哦，就加一番的循环安尼尔。哦，所以从这个循环的实力来甲看，实在是无所谓苦，无所谓精。哦，因为这个大自然都有一种的精力，这个动物甲食物有一个精力安尼。哦，所以叫做不苦不精安尼。啊，了解哈、哦？怎么哈？来哈、啊，不定向哦，不苦不精不定向。有一个鄉村的負責人，因為他很少來都市、哦、所以他的建設比較少，有一天他來到都市、哦、看到那個肥仔店的一些肥、啊、感覺水真水，人家有八小的中間都有菜味、啊、這樣就挑幾件買回去，幾行買回去、哦、就這樣肥仔店這樣經一些水的價錢買回去，买回了几个月后，有一次因为有朋友因来因厝里，爱家己就煮一寡菜请因，啊，准就将爱一新买，爱碗啦、碟啦啦，哦，安尼摕起出来，带迄个伊煮过真好食物件来请人客，哦，但这中间呢，已经食过半熟啊，忽然间因一个因囝。带一个朋友对我讲，当然安尼，啊，拄啊因厝里个请人客，即马就开始来食，啊来食，大家都食甲真好食。忽然间看到一辆肥啊，迄、那个肥啊，哦，这个刘校长甲讲，看到桌上迄个加再好食的菜，迄、那个物件，就是因西洋人加地晒，总甲因讲，讲这款西洋是叫地晒的呢，恁家客家桌顶安尼，安尼一个心理上讲地晒的物件，地菜，大家总出去呕吐。啊，其实迄个物件是无地过哦，安怎样吼？因为这个附近啊，唔办啦，唔办买上来安尼。有无？恁捌去病院看到病人倒落，啊，厝内计好放的迄物件无？捌看到卖，就是迄款物件啦。安听吼，啊！这附近人都唔知买当都，请人客都物件炒出来都汤啦好食，安尼就甲短短安尼客上食。啊、哦，如果伊那是无讲哦，这人袂妥。安怎吼？唔过伊讲一个，这个心理就变出来，煞食物件拢吐了了。安尼清气啊，垃圾无定论，是咱人的心理问题。当时我去做兵。各人拢有分一块面汤啊，好、哦，应该大家知影嘛吼、哦。这个面汤啊，那是有要去外口要整理环境，面汤啊，摕出去乌臭狗啊，乌臭狗安尼规个臭烂土，拢短短，啊短短，当然搁家己去洗洗，关在照用。但是有加菜，这加菜中间唔得无米行个底，各人摕面汤啊出来底。迄、那个面汤啊，底过晒，底过烂土，烂土，嘛是原在家菜去食，迄拢无想着讲底烂土。安了解吼，即若做兵人拢知影，对吼，即个阮当时阮都有安尼啊。但是我无食着底面汤的物件，因为我是当仔，无食因的物件。安了解吼，不过其实吼，那要照讲。迄、那个低过垃圾的，那用这个个房啊做，未使去用钱。不过迄个军队计用的迄个面盆拢做阿鲁面，应该未渗透过。垃圾未渗，啊那是用柴会渗透过，未使进。因为有一个朋友甲讲，因当时伫工地上间有计加菜，啊计加菜唔着减迄个好卡啦，啊迄、那个好卡啦，以前嘛总去夹一支好卡啦咧。旧的好卡来对哦，来看，到尾食了到了四十几样掉到，什么原因？就是迄个好卡啦，第二个好卡啦，有卡过血栓压力，栓压力敢知影？白信吼，安尼就是血无力已经渗透了，渗透了了后，摕出来卡这个小的汤安尼尔，四十几样中毒，所以这个物质吼，那是用金属的是卡袂渗透，那是用这个茶的卡会渗透。我管你听有无？好、哦，啊，你若讲精加垃圾，这个真歹讲哦，这熟悉的代志。
吼、哦，好，进来得较讲安尼。事实上，这个资气并无从低过粪便秽物啦，所以因为咱人的偏地所致认定，靠果甲精的差别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，好、哦、来，韩国有一个高僧叫做元孝大师，年纪少的时候，伊就出家来到中国参学。啊，伊即马伫路里面来中国的中间，伊用步行的，所以有一暗来到中途，无当休困，准去住伫芒阿边，伫遐打坐安尼。啊，打坐即马起来，睡大药，睡大药，刚才听到讲有一缸水个啦，安尼准去寻。新水来啉，但是伊听着水声准用，伊本身出门去共吐破去地即个个破去新水，啊，感觉因为南北都要有水去啉，就感觉真好食，对吼，喙大枵嘛吼，啊，食食了，等到天光了，他发现伊所啉的水就对迄个死人的毛啊空流出来，就开始就想到迄个念，就讲这个死人唔当乱个安怎啊？啊，开我去啉着伊对流出来的水安尼，吼、哦，开始呕吐，唔过迄水消化去啊。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啦吼。唔过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就讲，因为伊吹大药，总去一个溪池、水池去卡迄个水起来啉安尼，卡个水起来啉一个过日，要过去卡水，住边啊一具尸体烂个生东西啊。看一个在呕吐，讲伊前面就是啉迄个死人的边仔的水安尼，啊，唔可以消化无去啊，所以因靠呕出啥呢？呕出万法唯心啦，听好无？今仔日你要安怎认定是你个人的境界去认定？你若有超越境界，应该一切的世间的一切，拢总叫做不垢不净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但是咱这么从众生这里个报上来看，咱当了解不定相。五五经是不定相哦，色素内底的大便，咱人类是无安，因为咱人消化放出来嘛，也迄个粪便嘛，唔过伫轨道内底有一种个轨迹米伫边啊个皮烟哦，大家食下物件哦，因为甲无不同啊，哦，迄经典内底有写，那因为较早即农村有迄个大个西巷嘛，大个西街边啊拢有轨迹啊。迄片遐人若入去大便，伊就片遐烟安尼。伊无片遐烟哦，伊袂过话。哦，臭狗内底足侪鸟鼠啊，应该大家知影。伊嘛无遐臭物件，袂话。家族无臭物件嘛袂话。但是说这个龟上蹲伫这个个边啊，去食大便，哦，啊，这个屎下下虫拢伫内底转来转去，伊嘛真快乐啊。对吼，伊个不是烟的嘛，所以这个。高位恶鬼啊，甲西下个堂，颠倒认为是真的啊。咱人颠倒是歹的，唔过一变真的。所以天道的天人哦，会看咱人伫这个世间去做孽，看咱人是不正。为什么？较会看，因为咱世间有我不正，我不正就是心不正、精气不正、思想不正、自主不正、甲思想不正。所以即嘛，伊就看咱人的心不正，所以伫这个所在继续去做孽，有那不正。天人是安尼，但是树哥罗汉，搁再看天人啊不净，因为树哥罗汉看到这六天天人有淫欲，因啊感觉不净，安怎样？但是菩萨搁看罗汉不净，因为菩萨无达到平等性，啊，搁有执着法，有执着迄个自相烦恼伫咧。哦，所以菩萨看罗汉啊不净，因此过五净是缺乏定力。什么叫做清净？什么叫做垃圾？有定义无无，所以从宇宙本体上来个看，实在是无个性的分别。个性只是境界上的这个未接而已，所以他讲，这本经他讲不垢不净安尼。哦，其实从宇宙的实体来看，实在是不垢不净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，空相来看是安尼。好，明天准好啊，好。